大家好，我是零号候选人，正正方方的嗡嗡嗡嗡嗡嗡文芳。我承诺会带给人民更好的未来，每位人民的投诉我都会一一处理，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就这样算了，这样的话人就会慢慢的死掉。最近收到许多选民投诉，很多保养品疑似有夸大不实的现象，向选民提供的这个产品，我们来看他怎么说。 CXC 露西西露夜光霜号称是首创褪黑去黄，添加超级仙人掌精华，富含高达 4% 高浓度代谢成分，可以隐形毛孔，修复肌肤，改善肌肤蜡黄，不需要水洗，只需要擦拭，藉由按摩就能带出毛孔脏污，解决肌肤暗沉困扰，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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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。 雅静，我们直接现场实测给大家看， OK 吗？身为候选人，就要有替选民把关的责任。这个商品若使用后没有任何效果，我立刻请人发函检举他们。不用水洗，直接用化妆棉擦。怎么这么黄？我的脸有这么脏吗？可是我每天都有卸妆哎。雅静，你进来试试看。文芳姐，我的脸也好脏哦。好的，经过实测，我可以跟选民拍胸保证 ，CXC Look 西西露夜光霜这个商品是可以买，它并没有夸大不实的情况，并且经过实测，它可以贴贴使用，连续7天使用会越擦越干净。那注意敏感肌肤的选民们呢，使用前记得要先局部测试一下。我是零号候选人，正正方方的嗡嗡嗡嗡嗡嗡文芳，请大家支持我，投我一票，拜托，谢谢，谢谢。